君のパートナーってどのポケモンだっけ？サポートセットを決めるのって悩むよね。Hey, test. Test.请问网路有不顺的地方吗？如果会转圈圈的话，跟我讲一下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来练新角色啦，超梦。Mewtwo， 反正看一下，好。应该是全范围的吧？没有哦，没有到全范围。这样打得到。看一下。共鸣格消费，所以他发气功会扣气吗？看一下自动回复。普通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扣一点点。扣一点点而已、啊，好。
太神光级，按 A。可以挡，是这个挡有点慢，跳不起来。这么远还打得到、啊？太夸张吧！这气功很强啊！前加 A 共鸣格消费贯穿十字扭轨道变化。这什么鬼东西？伤害就150嘞！这不能急着吧？不行。轨道变化，哦，真的，看起来是有趣版的招式啊。看一下硬值，看一下硬值，这么远不行。这样，那要蛮近的才会被去翻。那这样会被去翻。所以这招就是有雀反啊，有雀反，那大概就是远距离，哎、欸，打不到，挡住扣多少？看一下，这扣蛮多的、欸，528，570减掉528，70减28。所以是42个伤害，那还蛮痛的。那远距离没事就来一下，好机车的气功，看一下啊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可以这样变，按 B 可以取消。假动作，然后可以再攻击。所以他可以这样子，等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好讨厌，这角色好讨厌。所以，哦，可以跳到旁边去，可以跳后面吗？可以。假装要发射的时候，然后往后跳，这样。好，大概知道。所以他的前 A
普通 A， 前 A， 多第二下派生啊。他什么？哎，后 A。看一下，怎么回事？看一下啊，是应该是这样吧？哎，按他慢。哎，我按太慢了。看一下，这是三岛一八的奈落旋风吧？bang bang。这角色移动慢慢的，啊，看一下他有什么新东西。大概讲完吧。后 A， 格挡攻击。哦，他格挡攻击还要派神哦。后 A 中 A Y X B， 跳起来。后 A 中也可以往前跳。可以往旁边跳，所以 Y 是摔，所以也可以这样吗？这个摔100滴，那蛮讨厌的。刚才什么东西？哦吼吼吼，大概知道，大概知道。所以他这个动作按 X， 这个动作按 X， 硬直跳掉一下。这一招也是18的招啊，光这个套路就可以换，还不错。Y 是摔 A 嘞。这个可以挡吗？可以挡，没缺反。摔可不可以？看一下。看一下上一颗死，好好好好，原来如此，所以这招也是没血反。X， 那如果是 X 也没有血反。哎，没有派生了吗？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原来是这样。
那如果说这样，那如果旋风打不到，好吧 ，combo 等一下再研究啊。现在看一下招式，等一下，所以他的后 A 中的 A 也是格挡攻击，后 A 再格挡攻击。Y 是衰击 ，X 是一般攻击，体力恢复。好，按 B 是跳。好，空中 A， 空中 A 长压。看起来就是有趣的。这样拉远点看一下，这样就有缺乏，所以那个距离下发是不正确的，应该是要往后，反正你也摔不到。这什么鬼攻击力啊，我的攻击力太强。所以 A 的招大概是这一些，奈落旋风。好 ，DP 转换招，上 A 上 AA 上 AA， 嘿嘿，那确保不到哎、欸，这搞什么、啊？所以他要用一般攻击。就会被缺反。那这招呢，非常的邪恶。明明就不具有格挡攻击的效果。太神奇。有 OK 耐性阿里。不会晕掉的耐性。然后也不会被摔。真的还蛮讨厌这一招，然后上 AA 上 AA 三下 ，Timing A 压 Power R 哦，真的吗？我先看看全中，全中是103。看起来没有多啊，好吧，研究不出来，再说吧。然后下 AA 格挡攻击，下 A。Little punch, pedal no talking. Little punch, little punch, little punch 是哪一招 ？Little punch 应该是下 AA， 不对啊。这个追一下。
应该是第二下打到的时候吧。嗯哼，所以下 AA 也是隔挡攻击，然后哦火焰拳、冷冻拳，然后卡米拉里 punch 哦，就是前面两下打到以后，最后一下就反正就连按 A 就对了，所以这样，所以就是火焰拳、冷冻拳、闪电拳，它概念大概是这样，好吧？这个好痛、啊。好，所以 A 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下 A， 上 A， 这招还不错。这角色感觉有点作弊。好，看一下，衰技，看一下，这个距离。对，大概这个距离就刷得到，然后听说大绝招是这个是3-18的招，哦，打不到，所以大绝招是衰技。刷不到，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哦，刷到，啊，好痛的大招啊！那摔击他都没办法接啊。刷不到，所以如果说我看一下，先防御，然后再跳起来，真他妈！不行，站太慢了，接不到，
所以不能这样。好，比较确定，你只要有跳起来，他就是摔不到你啊。所以这是大绝招，好吧，上网打看看再说。啊，隔挡攻击。看一下，这样才可以。你只要有骑着就来不及。打不到，应该不能接吧？好吧，就当作他不能接吧。看一下，空中按 R。十字钮后入力轨道变化。啊哈，我看一下 FP 叫什么。三个 Y， 砰砰！所以这样子，欸，所以如果这样子，哈哈，他不能这样。Y hold A， 然后甩你。Y hold A。非常
性能非常好的角色，尤其是这个。跳差慢了一点而已。这感觉就是非常硬了。歪攻击，歪攻击，很歪，很歪，很歪歪歪，很歪。前歪，这样太慢了。哦，这样太慢了。这有没有缺乏？哎，有呢。太慢了，有点慢。那抓对手空中空跳的时候，空跳下来的时候用这个，或是直接格挡攻击也有。我觉得也 OK， 两种方式吧。前 Y 具有格挡攻击效果，后 YYY 啾啾啾，哎呦，各种追踪招啊！只是有点慢。所以这个，所以只要打到就 OK 吗？这样也可以。那最安全的就是这个啦，最安全，而且一定会转。哎，可以耶，这个也太多下了吧，跑掉。太远。哎，这样不会转，好神奇哦。再一次。这样真的不会转欸，为什么不会转？哦，可能最后一下没有打到，非常神奇的情况。后歪取消必杀技可以，空中歪，空中歪刚刚用过。后歪，前歪，就直接转。啊，不用说，这招只要打到你，就是用这个就对了，不用想太多。超暴力的。暴力气功 ，XXSXXX 长压空中 X 啊，大概就这样。咻咻，欸，
这个打到几转啊？哦，对，因为这是 DP 状态，忘了，这是 FP 状态。嗯哼。好吧，攻击速度还算 OK 啦。Y Y 跟四个 Y， 两个 Y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没有 combo 哎、欸。拜托，乖乖挡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没有 combo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招也没有 combo 哎、欸，所以这招没有 combo， 什么？这招没有 combo， 天哪、啊！那没有 combo 怎么办呢？这一招应该是这样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暴击攻击的时候，它会软掉。所以，如果你设定成暴击的话，看一下。它就会软掉，这个会软掉，你才能接第二下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必须要拼到人以后才可以那个，所以拿来接 combo 是不行的。所以就是乖乖的试下歪，看一下，接前 A 也太慢，看一下，试下歪跟两下歪、两下 A 的招式是一模一样的招式。接后 A， 太慢了。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就是 Y Y 后 A X， 后 A 再 X， 所以就是两下 Y 后 A X 拉回来，然后再猜看你要打还是要摔。所以一般来讲的话。类似像这样做一个 set， 这角色好讨厌。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这个角色，觉得他超难打，看起来就非常难打。前歪，
把暴击关掉，就这样。所以效果是什么？效果是什么？哎，不能接 combo 啊！哎，也不能取消啊！所以前 YY 到底做什么呢？前 Y 一颗死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看一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应该是，我看一下。这一下没有缺番，试试看。好 ，OK。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没有缺番，非常明显。可是这个有。第二下这个应该有缺番，看一下。我测试不到，太短了，太帅太短了，好吧，算了。看一下网络上的计表，看他有没有讲到这一招有没有缺番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前 YY， 前 YY 在哪？前 YY 在哪？前 YY。负九前 YX 加五，所以这个是有利的。所以如果他用一般攻击打我的话，等一下，加五。这哪里来加五啊？哦，因为他的 Y 比较慢。好，我懂，他真的加五。OK， 前 YX， 好吧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。所以前 Y。X， 大概这样玩。超恶心的这一招。前 YX， 可是前 YX 会被打起来。前 YX 会被打下来，可是前 Y 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就比较快。然后这一招好像有缺板，负九，前 YY 负九，这个负九，然后刚刚那个第二下中间可以打回去，可是他没有缺板。上歪，他可以取消跳啊，
下。好，它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。我让它跳起来中看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这个太慢，这大概直接跳歪吧。好，好，好 ，OK。所以这个对空气呢是这样。要按快一点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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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样啊。真的是一跳上去就按了。啊，极限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不用想，打到再说吧。下歪，好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跳跳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哟，看一下，不行，取消招式，那就是牵制技，稍微牵制一下。他也不能叫支援的，所以这一招就是牵制技啊，他也没办法取消其他的招式。OK， 嗯，空中歪，空中歪，可是，哦，空中歪，空中歪也可是，呀。要打到才有吧？啊，好烦哦！你又要跳，好好好好，按太慢不行，所以打到就要按了，打到就要按了。哇、哦，在角落的时候还蛮不错 ，OK。好 ，X 三下 X。所以 X 第二下 X， 这个灯按 A 一样啊，灯后 A 一样啊，所以一样意思啊，所以 Y 后 X。或是 X， 各种骗招，好烦哦！这角色，
前 X 上 X 下 X 前 X。看一下这招，太慢。这奈落旋风打不到，真的很慢。连按可不可以？看一下，不行啊，太慢了。看一下，不行。上 X， 这个应该没去反吧？啊，他没有去反。下 X X， 哦，就那个旋风吗？不用打到人。好远距离哦，可以看一下只中第二发的感觉吗？这么远打得到。太慢，不行。哎，好，下一个是 X， 就是那一路旋风，空中 X。烦啊，这角色。看一下，我试试没 combo， 空中 X 试下 Y， 下 X X 前 AA， 前 AA。哦 ，AA， 好好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那若旋风玩这个这个，真是比一八好用多了。可是应该有去反吧？看一下，铁拳这招大去。负八没有去，好，负八没有去哈，前 YY，
哦，好好好，原来是这样。普通的不行，要急救才可以。好，就接这个。好，来去 combo 道场练一场。那是蛇鳞针，大家稍等我一下。ここで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コンボに挑戦してみよう。好，看一下 combo 吧。看一下 combo。看一下。然后前 Y X。所以这样子也可以啊。那刚刚教那个是搞什么？一样可以啊，好吧。空中 X， 空中 X， 所以就是这样。这一招呢？这招也是铁拳招式，是来自恶魔风间忍横移动按右手的招式哦，就是这个 ，yeah， 这个、哦、来自铁拳恶魔风间忍招式哦 ，OK。好，所以这个摔完丢上去就接四个 Y 就好了，就比较简单。所以比如说我可以两个 Y 取消后 A 按 Y， 然后切四个 Y， 好，类似这样讲，好 OK。这个刚好暴击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刚好挡到敌人攻击的时候，你刚好按 A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接招式。哎、欸，不要按错，所以后 AA 前 X， 前 X 下 X， 哦下 AAA， 哦好好好 ，OK。哦，这个帅啊，这个要记起来。打上去，纳洛旋风，然后火焰拳三下。可是他必须是机械状态，你这个才打得到。必须是刚好你挡到对手攻击的时候打到，才可以这样接。然后你才可以接火焰拳、冰冻拳这个 combo 哦 ，OK。好，下一个是 X， 纳洛旋风，前加 R 哦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不懂。哦 ，A
A A 按 R 吧，然后下 A A A。OK， 了解。所以是这样，然后按 R 下 A A， 好，来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哎，上 Y， 取消前 B， 空中啊，请他示范一次给我看哦，搞什么？这。有一点点难度欸，这个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 XXX。啊，按错了。哎、欸，按错了。哦，这个技巧不好抓。这个有难度，真的。啊，再看一次吧。打到跳起来瞬间，按 R 后 A， 哦，我懂。你还不跳，你还不跳，快跳！真讨厌，他真的跳很慢。XXX 这个哦，好好，嘿，哎、欸，这还不行。哎、欸、，X 在那块，这个真的很有难度。啊！哎、欸，有了。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真的非常有难度。
好吧，上去登玩看看嘛。现在12:10了，应该可以玩到一点。先看有没有好友在线上。有没有在线上呢 ？No。12:00可以 B 卡 B 一下。我两个 Amiibo， 我只有两个而已，100块啊，100块吧。先打电脑看看啊，啊，刚好有一个这个吧，这个我还没打 ，Link Match， 啊对，他好像不能让我选那个角色，好吧，算了。还是直接上去打人啊，打人比较快。私のマニューラ知らない？またどっかで寝てるな。来，有人有人，请多指教。嗯哼，这个啊，随便，打你的，打你的吗？超梦，大概知道怎么玩了，应该吧，试试看。不会吧，这个时间又没有人吗？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有人有人，请多指教。当。我猜他一开始会跳起来，或是用追踪攻击打我。慢慢来，没关系。哎，阿斯要等多久？被困起啊！啊，这么准！有趣版哦！我被血版了。哈哈，气功太慢了。我啊，他竟然用一般攻击，哇！好吧，哎 ，nice！ 哇，好痛！哇，第一场输，而且还是输我最会的角色。看来对这个角色还不够熟。お疲れ様。私のアドバイスは役に立った？スキルポ
看他要不要再来一场，如果不要的话就算了。欸，他要欸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在练角色而已。哎、欸、，nice， 这 combo 不简单啊！跳不起来。哇！就真的攻击。哇，他集气真的是有够慢的，这角色。哎 ，nice。啊！糟糕！被他抓到了！皮卡丘！皮卡丘！他集气真的很慢，非常慢，我到现在还没暴气过。好吧，再打别人看看。啊，气真加很慢。哈哈，还有第二下。哎 ，nice。
这角色性能也太强了吧，性能非常好的角色。看他要不要再来一场，他应该很想要再打一场。哎，果然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胜率差不多低。可是你这个 ID 我看得很可怕，因为梅园大伯 ID 是 N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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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两个 NE 我也会怕，应该不是梅园吧？他集气真的很慢，或者集气那么慢，因为一堆招式要耗到气，很奇怪。来，哎，好骗招哈、哦！他的摔好远啊！他这样又摔，摔到了。哎、hey, ，nice！ 哎、，nice！ 啊，糟糕，摔得太准了！啊，他又在摔，是忘记挂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是他放枪吗？应该是他放枪吧。啊，还有第二下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好讨厌啊！我第一次他也打不到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、，nice！ 哦吼，还好。这角色虽然动作慢慢的，可是招式都很变态啊。啊，换个人打看看。不要再上树了。啊，卢卡里奥。急很慢，急很慢，都急很慢。这招真的太贱了！哎、欸、，nice， 这个有雀斑，哎、欸，不错。哎、欸，不错。嘿嘿。
Nice， 来一个。啊，这时间太刚好了吧？啊啊哈哈，没有达到、哦。嗨，王东 ，Hello， 我在练新角色，练练看。哎、欸，我忘记了，有了，非常妙的情况。嘿嘿 ，nice， 好 combo， 哎、欸，好了，次で勝負が決まるよ。最後は好きなサポートで行こう。バトルは楽しむことが大事だよ。共鳴ゲージ満タン。Nice。就是这个非常贱的招式，哎，水。他还是用欸，我以为他会以为我要急着，结果他没有以为我急着。哇，输掉！再打一场看看，看他会不会上树啊？他没有上树。哎、欸，魔龙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还蛮强的。就他如果说他缺点的话，就是大绝招是衰竭的缺点吧。然后速度很慢，然后大绝招集气，他现在集气超慢的。我和谁打？没有，我随便打。我随便打，我没有，就是随便打，对，没有上去打 rank 而已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去打 rank 应该死得很惨，所以我就随便打。就随机喽，大家集气非常慢。Nice。这个是衰技吧？大家知道是衰哦，你确实是优点的，对，没有，因为他不能拿来接 combo 啊。可是我是 combo 挂的，我就觉得能够接 combo 比较好。
哇，中了！Nice. Yeah. 对啊，不过也是啊，因为衰技可能，因为我刚刚在试的时候，就是如果他刚好是跳起来下来一瞬间，他如果刚好用的话，他没办法再跳起来。所以只有那一瞬间，然后他打弹也没用，所以他这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招，只是你要抓准，真的要很抓准时间，然后但是你不能拿来接 combo， 然后对手防御中也不会中，这是一定的。嗯，好吧，再往看看啊、哦，打到一点结束。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这一组。哦，我上次 po 那影片就是配合支援角色的 combo， 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我还没有去研究到那么深。欸，应该是说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打一下你取消的话就不行，如果你打一下他挡住了，你取消带来招他是不会打到的，就对，不然我等一下打完我用一下那个感觉给你看哦，练习模式用一下给你看一下，哦，怪力出现了，来吧，哎，我没有急速哦，哎 ，nice， 哇，好多血啊！欸、你看我刚刚打到现在没有一场气会满的，这个好贱啊，我去练习模式看一下那个，再试一下那个感觉啊。没有，我刚刚是上网随便随机乱打的，所以我没有指定打谁。刚刚是上网随机乱打。
等一下。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打一下，打两下吧，然后用大绝招，他是不会中的。看哦，你用取消的话，他是不会中的。可是如果你慢一点，这样，这样就会中了。所以有时候可以这样骗跳。比如说打一下，然后骗跳，然后打一下，然后后来我才真正就是要猜啦，哎呀，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当然他一直按着你直接摔一定是可以，可是你招式去取消是不行。好，招式取消不行。然后如果他一直跳的话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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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如果他跳下来一瞬间用的时候啊，他就跳不起来了。这种状态他就跳不起来。他好像没办法设定跳跃攻击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设定电脑看看啊、哦。打不到，这样跳起来吗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怎么试哎、欸，我让他被我打倒地以后，然后我玩起攻看看，看他跳不跳起来、喔。等一下，刚刚是忘记这个 combo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真的跳不起来。看一下，用这个比较明显。太早。等一下、哦，哎，还是跳起来，看一下。可以啦，如果有瘦身的话，要跳起来。所以这一种是起身，起上他就一定要中啊，难怪他的气就那么难满，
因为光是这样，你就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。那这样子，如果在角落，他被打倒地就一定会中啊。好吧，他带招真的是强，超强。对啊，那这样确定这样子就一定要中啊。等一下啊、哦！你说换他用抓技来防我吗？哦哦哦，我懂，我懂你说的意思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再明显一点哦！这样太早。等一下、哦。怎样？是不是很贱？欸，应该是没办法，因为他的大绝招应该攻击、衰技、隔挡当然一定不行。那叫这个看看好了，搞不好可以哦，我试一下。欸，哈，一样啊，他要叫也不行。叫也来不及，所以这下好像会更多血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暴击啊，263，好吧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看一下。欸，蹲者会被抓啊，蹲者会被抓吧。啊，蹲者，我蹲者当然被抓。这不是铁拳啊，铁拳蹲者不会被抓。哇，那他就是没救啦、啊、确定没救啊，如果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普空应该会变成打不过、哦。感觉上是这样啊，我看看。好，叫他一直用通常过去打我啊。好啦，我只能说这那这样耿鬼也是一样的哦。蒙多，你有练耿鬼吧，对不对？你有练耿鬼嘛，那这样子的话好好运用一下啊、哦。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哦，你练怪力，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太近了。这样不行，所以普通的这个看一下，好吧 ，OK， 那就是确定类似像我刚类似这种强迫会倒地的 combo。啊，起来他就是一定要中，没得救，跳不起来，没有招式可以破，然后怪怪命中的话伤害是219，好吧，好啦，我只能说他很 OP， 他这个角色实在太 OP， 光这个我就觉得很夸张了，这招真的太夸张了。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没救，真的没救啊，真的没救。好，练一下 combo 啊，练一下 combo。这个伤害182，好，我要记得。我刚刚在道场里面，我只记得这招而已，其他招式我都忘是打那个，好多哦，这招铁拳的那个主角招式叫奈落旋风，奈落旋风。看一下，这样就会倒地了。等一下，对啊，普通的这样摔当然没有用啊。对啊，不行。
这个肚子痛，不行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该关台。好吧，那今天就练到这边了。我这个礼拜应该可能还有时间，可以再多练它一次或两次吧。然后应该，我觉得它的招式还蛮不会太困难，就还蛮简单的。然后很多招都很 OP 啊，光是这一招就真的太贱。试过很多种方式，哎呀。然后他技表有吗？他雀反那个 friend 都有吗？就再上网看就好了。好，这一支应该今天几号？今天礼拜五。明天我可以把路卡迪欧的手写攻略弄出来。那后天我应该……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现在刚过十二点，所以现在是礼拜五。那今天会把那个路卡迪欧的手写攻略弄出来，然后。文字攻略啊，对不起。然后超梦的角色解析应该礼拜天会直播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都先关台了，好 ，OK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